警察不要动。好，没有。警察不要动，手机放下。没有动，没有动。好，站起来坐着。台中市刑大侦办队日前于南投市某处公寓查获假交友投资诈欺机房，现场查扣多组电脑设备、WiFi 分享器、信卡及黑莓卡等赃证物，并缉获以曹姓男子为首之诈欺集团，共六名犯嫌。该集团犯罪手法系利用美女图片在网络随机交友，起讯被害人后，再怂恿于假网拍平台进行投资，借此谋取不法利益，其诈骗金额高达约新台币900万元。全案依违反刑法加重诈欺等罪，移送南投地检署侦办，经检察官侦结后起诉在案。警方呼吁诈欺集团多数透过网络搜寻诈骗对象，民众应慎选交友及投资管道，若有标榜高获利、稳赚不赔等口号，极有可能是诈骗，务必审慎为之。